谈虎色变。从前有一个农夫在上山打柴的时候，遇上一只凶猛的老虎。哇，老虎啊，救命啊！农夫马上拔足狂奔，虽然他跑得很快，但是老虎跑得更快。不一会儿，老虎就追上农夫，向他扑上去，抓伤了他的背部。农夫这时也顾不得疼痛了，慌忙跑下山去，最后终于让他逃脱了。后来农夫背部的伤好了，有一天他和几个村民在大树下乘凉。哎呀，老虎真可怕呀，住在我隔壁的张三被老虎咬伤了之后，几个月都下不了床啊。张三真可怜呐。咦，为什么你的脸色都变青了？我曾经被老虎抓伤过。难怪你听见我们说起老虎反应那么大了。成语谈虎色变就是来自这个故事的，比喻人们一提到可怕的事情，情绪就十分紧张，连脸色都变了。